关心这件事情啊。那个伟燕在服务处那时候的表现怎么样？听说都表现优良。他表现非常积极，他比别人更主动的啊。比如说有乡亲来，好有事情啊，如果大家那个，因虽然不是咧负责服务这件代志，但是那有人有来啊，伊看大家无用，伊就主动咧甲乡亲服务。好啊，因为他过去在很多立委那边有担任过助理的经验，所以他经验非常丰富。那不但是说他为民服务有一套，常常会在法理情兼具的情形下，我来帮乡亲来协调排难解纷，而且他二十多年的那个，将近二十年的一个助理经验，在台北，包括还有以前屏东，最早是在林育生服务处，后来有到新北市的立委，包括张宏禄、吴秉睿等立委服务处担任过助理。哦，那三年多前才从新北市议员戴伟山服务处那边，我们把他借将调回来屏东帮忙。好啊，任职以来他确实非常的认真负责。好，而且尤其他累积了相当丰富的人脉跟举办活动的经验，所以委员才委以重任，很多重大活动都由他来筹设，也因此担任这一次进水营古道的领队工作。好啊，在会前我，因为我们都交给他们这些年轻的自己负责嘛，所以他们都很，我看他们一直在开会，一直在讨论，哦，协调怎么把这件事情都做好。哦，但是发生这样意外，我们也感觉很难过跟不舍。那昨天服务处第一时间知道之后，整个一个后续的做怎么样的一个处理？没有，因为我们是有人在台东那边，啊，因为有的人就委员当时也在屏东这边，黄昏就是知道，也一直在关注这件事情。好，哦，还说我们大家就分工，好好的处理。好，哦，啊，因为在台东还是有一点比较不便，比较遥远。当时我们都是指状况不是完全很清楚，但是都是一直在帮他祝福，集气帮他祝福。但是最后还是这样的不幸，哦，我们都很难过。那中原普渡是我们很传统民俗的一个宗教活动。那钟嘉宾委员很感谢哈，我们屏东的玉皇宫在各式的节庆当中利用宗教来安抚人心，那也来发扬我们的宗教文化。所以今年特别在玉皇宫的帮忙合作之下，我们来举办了这个宠物普渡。那会有宠物普渡这个构想，其实来自于钟嘉宾委员一直在提倡爱护宠物的这样的一个构思。那我们今年的宠物普渡比较特别的，有分成两大类。第一大类的就是路杀动物，好，在马路上有时候可能不小心被我们的用路人不小心有撞到，啊，死亡在马路上的，那这是一类。那第二类的就是我们各位饲主，好，在家里我们宠物，好，不论是喵星人还是汪星人，还是今天有兔子，哦，有小鸟，很多的饲主。那甚至我们还有一个，其实第三类是我们玉皇宫每年都有在做的，哦，跟着素仙，哦，就是我们做有在宰杀狗、宰杀羊、宰杀牛这些食用的这些行业里面，那我们来今年统一一起，哦，做个功德，做个这样的一个法会。Go, go, go!